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K， 这是一款升级了鸿蒙 X 的华为手机。如果你刚升级到它，你会很轻松地发现鸿蒙 X 在 UI 设计、隐私安全性、流畅性等等方面的进步，这些基本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变化。但是 AI 这个隐藏于系统界面之下的强大能力，你也一定不要错过。可能不少观众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在视频上线后要发布长尾，但当你面对一篇四五千字的稿子时，别说是运营小伙伴了，就是让写稿子的人来总结，可能都会有点头大。正常来讲呢，我们是要对着原先的稿子一段一段分析概括，但有了 AI 小易之后，我学会偷懒了，直接把稿子拖拽给小易，然后点一下总结摘要就可以了。如果它生成的和我想要的不太一样，我也可以定制内容，生成口语化偏分享的摘要。重点是它还能够一键生成思维导图，还能够保存下来，打印之后我们会在复盘时直接看这张思维导图就可以了，会省不少事儿。我们对比了好几期稿子的总结，真的比较准确。还有啊，之前有一期海思麒麟发展史的视频，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呢，需要查阅各种资料，尤其是要查阅财报这种几十页的文档时，就非常需要一个文档助手，把财报的链接拖拽到导航墙之后，就可以点击总结摘要，然后我就能够更高效地找到相关数据。在看到消费者业务的资料时，如果他说的不是我想要的，哎，你可以直接跟他说着重摘要消费者业务的内容就可以了，这样我要的数据就能够直接摘要出来。那这个场景确实在工作中大大提高了我的效率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文档翻译，也是之前做海思麒麟的视频时，我们除了要查阅国内的资料，还有很多国外的资料。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，虽然只有十几页，但对于我这种毕业了英语基本都扔给了老师的学生来说，要在脑海里英译中的效率确实不高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把它交给 AI 小易，等待几秒钟就完成了。那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高效，你甚至可以像刚才那样把翻译后的文件保存下来，然后拖给小易，再让他来总结摘要，真的是简单多了。除了工作上的各种文档总结，你现在和小易沟通也可以更像和人一样说话。那如果你想去这家火锅店，在之前呢，我们只能跟他说我要去李三祥火锅，但有了 AI 小易，现在可以直接跟他说，哎，导航去这儿就可以了。 AI 加持以后呢，很多对话的感觉就不是人和机器，而是人和人了。还有小易的智慧视频也变得非常实用。那像我现在啊，想买华仔同款的外套，重按然后识图搜索就能够找到，那除了实物，是人也是可以的，重按拖拽给小易，直接问他是谁，哎，非常方便。除此之外呢，现在 AI 小易的知识库真的很强。你像是最近的时事热点啊，黄磊这个豆角是吧，他不仅知道，还能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说出来。那再问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， AI 小易是能 get 到我到底是在问什么的。如果是以前的语音助手，遇到这种复杂的问题他肯定搞不定，但现在鸿蒙有了盘古大模型，理解能力他明显更强了。 AI 加持后的小易也提供了更便捷的交互方式，在很多工作生活场景中啊，都能够提高效率。鸿蒙 Next 的 Next 那不仅仅是生态和应用上的 Next， 也许以后的华为手机真的能够想你所想更进一步。 OK，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这么多，我是 JK， 我们下期视频见，祝好运，拜拜。